流行音乐天后蕾哈娜和男友 S.R. Rocky 育有一子，今年也即将迎来第二胎宝宝的诞生。蕾哈娜除了音乐事业之外，近年来也陆续开创了个人品牌，进军美妆服饰领域。日前，她亲自为自家品牌推出了内衣，担任模特拍摄宣传海报。虽然她挺着大肚子，但是身材曲线还是维持得很好，完美诠释了女性的自然美。此外，蕾哈娜一岁的儿子也参与了宣传照的拍摄，她在镜头面前哺乳，脸上挂着慈爱的笑容，画面看起来十分温馨。然而，宣传照公开后，有不少网友认为哺乳是一件很私密的事，不适合在镜头面前这样做，更不应该当作宣传产品的行为，直言大众不需要看这些东西。但又有不少网友力挺蕾哈娜，认为她有权利展现自我，而且哺乳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，因此对她本人的作为感到很欣赏。